国籍，但是现在是在新加坡居住。德国算是世界里面，那个手足球里面的大国吧，大国。就是德国的。在我们闲聊的过程当中啊，比数已经被尤罕拉开了，3-1，现在变成4-1。我预估这一场其实双方的那个两人杆他的进球应该会也会进几会进几球，会多的会多的。第三局。那是很漂亮，而且就很大很大。对的，对吧？装满两个巨蛋。对，大家继续支持。香港又在碰头，我们可能一年至少见3-4次面吧。哦，又进一球了，约翰，他的二人杆算是很厉害的。我刚刚跟他打的时候，我的策略就是单手。把后面的两根牢牢抓住，希望可以对可以防他的那个二人杆的进攻，但是他会变，就是如果我抓了后面的防守的话，他会传球给自己的前锋，就是二传三。对的，比数还是很接近的。然后观众席上面是吴明炫在等这一场的比赛的胜利者跟他打决赛。好，诺罕又来了一个进球，现在是来到4-2。诺罕还是蛮有优势的这局。皮塔的进攻被他
但他的防守就跟Peter 的防守不一样，他是单手抓住那个后排跟球门，所以如果二人岗的话 Peter 要进球会困难很多。对，他有Johan 他有进攻的意思也有防守的意思，就是蛮平衡的一个球手，虽然你看他射门棒棒棒棒的，但是他防守里面他也会在有一些想法。然后这局是 Peter 先进一球，好，漂亮，打到远端。有点你来我往的感觉。好，现在 Peter 拿到球，很快的射门，但是被 Johan 很快就防住了。Johan 在进攻和防守上做的比较平衡的，对，在这一点上真的是我要学习的部分。哈，也是来一颗斜的球，球速不快，但是那个节奏掌握太好了，约翰刚好拿开，对，刚好拿开，非常棒。这个跟刚刚进的第一球二人杆也有那个关系吧，因为刚刚第一球是进远洞了，这一球就进了近的洞。就是 push shot， 还有另外就是 pull kick， 对，两种的射门。对，他 push shot 就是射门的进球是进洞跟中间的那个洞 ，pull kick 的话是远洞。对，所以他就是用这两种射门，把你的球门每个洞都可以选到，覆盖了三个点。对，覆盖的点会范围会比较广一点。pull kick 很准。对。如果而且有时候会加一点司令小，哦，对，他用的不是很多，但是我知道他做得很好。很快的二传三，都还有前锋又拿到球，也是靠那个快速的反应。现在比数来到3-3，打得很有自信哦。对，因为可能跟那个局数在领先有关系。是的，现在局数因为是。Johan 领先2-1 ，Peter 很快又进了一球，比数是4-3， Peter, 这球就很关键了。对 ，Peter Snake 其实很棒的，你可以看到他基本功很扎实的。刚才那一球打的其实很快很准。对的，对，而且他能够有那种小的变化在 Snake 里面，他的那个时间点会有一点点不一样，让别人去比较难去猜到你什么时候是他什么时候会胜。是。非常棒的一位选手。很漂亮的传球 Peter 前锋又拿到球了，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推的短的一个洞。对，这是他可以做得到的，他可以做得到，他可以去控制推一点，然后打一个短的，如果推得多可以打回来，我刚才好几例就是这样。Peter 把比分追回到了2-2，进入到决胜局。
球这个层面两个人差不多，我倒觉得对50-50，对50-50没有说有一个压倒的情况出现。你看，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二传三，对，他在那个射门跟传球里面做了非常好的配合，后排传到给前锋，前锋就射门进了。然后皮特很快又传了给自己的前锋，在阅读约翰的防守，看看他这球是怎么选动。这球是推的远一点的动，这个球其实打到了，对，稍稍差了一点点。我觉得约翰这阵那个，从他这个力道发出来，感觉这阵子信心很足。对，如果他要是在比分上能够在这个时候获得领先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就能拿得下。但是这个时候也是很危险的，这个时候，哦，刚没说完就又有一个 lucky ball， 比数就变成2-0了。2-0。你看看得到那个约翰的中排的防守开始加速了，嗯，就 Peter 刚刚其实落后2-0嘛，现在比分，刚刚那个中排如果传球的话，我觉得应该要小心一点。看看这球的进，这个球很重要。对，如果这个时候如果变成3-0的话，我觉得这比赛就啊有点危险。对，但是也不能说是结束了，是，我觉得变数还是有的。是，其实就看这个球的防守了。约翰，稳住，是不是能够稳得住？哦。又来一个进球，3-0，看看会不会叫暂停。对于皮特来说是比较困难一点，陷入那个困局里面了。对，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嗯，一切皆有可能。一分一分追吧。对，一分一分追。我觉得球手如果在这个情况底下就是落后3-0的话，嗯，不要想太多了。是啊，就想这一球，对，每一球就一球一球这样去，对，去想把球打好。这个时候约翰其实很有经验，叫了一个暂停。你看到 Peter 的也是在思考当中。好，约翰开始重新回到比赛。这个球很关键，落到了自己的哦，前锋上面，几乎杀坏了，杀死比赛了。最后一局领先4-0。啊，就这样打吧。对于皮特来说，这个时候不用想了，你没有什么好想的，来吧。嗯，约翰就可以打得很轻松了。是。可能传球。2-3。我觉得这个局势是在最后这局是第二球 Peter 射门的时候进了自己球门，是那一球可能对他造成了蛮大的心理影响。是的，那球就开始射气。对，因为这是第五局。对，如果在前两局出现这样的球的话，我倒觉得后面还有还好，对吧？对，但是最后一局每一分都很关键。约翰打得非常自信，传球现在就变成气势权在约翰身上。是，好，最后一局5-0，恭喜约翰，恭喜约翰进入到决赛。他的对手是吴明轩，吴明轩已经提前进入到决赛里面。